上课真的要就好好仔细听，专心一点。你这样边玩边听，听不下去哈，你是让整个平常所有班上的清楚。我没有边玩边听，我很认真。对，那你认真玩。我再讲一遍哈，这是正电，这是负电，它就是相吸，对不对？嗯。相吸就是吸引力。我就定义说，假设一公尺的距离，它们之间相吸的力量是一牛顿的时候，就说这两边的电量是一库的，有问题？没有。好，那接下来从牛顿力学，你知道说这是一个物体，假设我推它用一牛顿的力量推了一公尺，它得到多少能量？它得到多少？一焦，对不对？啊，得到一焦能量，这被定义出来了嘛？一牛顿对用一公尺是一焦。那同样的，因为这两个中间是正负电，所以它会电会流过去嘛？假设这边有电荷，它就流过去嘛，因为这是高电压，是低电压，对不对？它就流过去，所以电会流过去，我就因为刚刚已经定义了，这是一库仑的电，同时间这中间的电位差，因为它有电会流过去，表示它电位差，我定义这电位差就是一伏特。这时候一库仑的电从这个一伏特的高电压流到低电压的位置的时候，这中间如果是相隔一伏特，它就会得到一库仑的电，哎不，一焦的能量，啊，所以我们从能量来看的话呢。它又变成一伏特，只要一库仑的电，去用大型一库仑的电，啊，也就假设我这个导线中间，这个导线两端的电压差，如果是两伏特的时候，我一库仑的电流过去，得到两焦耳，就得到两焦耳能量，这样问题？没有问题。啊，所以我电流越多，我是不是得到越多能量？好，那接下来要定一个事情了。我们定一个事情，到底流过多少电？怎么知道电流？怎么知道电流过去多少？就是那个电流。我需要那个电流计。什么叫电流呢？什么叫电流？简单讲，电流过去了。所以呢，假设这个导线，我们每一秒钟通过一库仑，我们就叫做一安培。懂意思吗？一秒钟，一秒钟通过这个电线，一库仑的电，我们就叫一安培。什么叫通过这个电线？通过，从头到尾跑完。不是通过，通过。哦，好，没事。通过，你可以一个一个通过去嘛，一个一个加起来，假设它这个量刚好等于一库仑的时候，每秒钟可以通过去一库仑的电，哦、就说这叫做一安培的电量。量的概念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这样训练没关系，不是训练，是那一秒钟啊，一秒钟。所以那个它会高电压会移动到低电压，目的是为了平衡。你可以这样讲，是为了平衡。它就是因为它中间有电场，有电场形成之后，流到的话，它们就会变成高电压跟低电压高度都一样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电池为什么用到后面没有电？它是平衡啊。它用到它电就不会再。简单来讲哈、哦，比如像太阳能板也是一样哦，这太阳能板晒到太阳为什么发电？因为电子活跃。当然电子活跃啊，啊电子活跃为什么就发电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简单，它是实际上有两个物质，它同时间晒到太阳了，一个电子就不想要了，因为电同两边的物两边的电同时都活跃。但是这两个之间呢，有一个想得到电子，有一个不想要那么得到电子。不想要得到电子呢，就把电丢出去给想要得到电子，这电就流通了，就形成一个电位差了，电就流通了，这就产生电流，就这样子，就产生一个电压差就产生电流，所以就太阳能板就发电，就跟刚摩擦一样啊，我摩擦的时候呢，这个想要电子，这个、不想要电子，电就流过去了。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它就带电了，就这样。OK， 所以电磁场也很简单哈、哦。所以电流通是因为有电压差的关系。我每一秒钟流过去一库仑的电，就叫什么？一安培。一安培，对吧？那我们在讲功的时候，记不记得我们讲功率？什么叫功率？就你一秒给多大的力量？不是，功率是做功的效率。好。记不记得？是记得。记得吗？假设我每秒钟做一焦的能量，我们就说这个功率是一什么？一焦瓦。一瓦。一瓦。人家那一瓦特跟一瓦是有什么差别啊？瓦特就是瓦。哦，好。瓦特是一个人。好，瓦特，他只是翻译成瓦，
water。What？ 好，那有人简单就讲一瓦 ，wait， 有人叫做一瓦特。好，所以功率是什么？记这样清楚吗？功率，每秒钟能做多少功？啊，做功的效率就叫功率。做功的效率叫做功率，每秒钟能做多少功？把这边讲完，下个吧。每秒钟所做的功叫做功率，一秒钟能做十焦耳，那请问是几瓦？十瓦。十瓦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假设一个小时，啊，一分钟好了，一分钟做了100焦耳的能量，它功率多少？6000瓦。六分之十瓦。六分之十瓦，大概是600。除以60嘛，没事，是不是？啊，这六分之十瓦，对，下问题，吹风机的功率是多少？知道吗？110，220，1000左右。我们去看一下，1000焦耳，1000瓦，所以它每秒钟可以做多少功？要多功？每秒钟可以做1000焦耳，哎，1000焦耳多大呢？也就相当于一牛顿可以跑多远？一秒一牛顿的力要吹多远？1公里，要吹1公里。一牛顿的力推1公里才1000焦耳，推1公斤的东西哦。不见得推1公斤，就推1公里。任何东西吗？对对对，一牛顿的力推了1000公尺，才做了1000焦耳的能量。你看吹风机一秒钟就做完了，对吧？吹风机的热一秒钟就做完了。对，吹风机是我认识的。好，把这讲完就下课。好，那你来看一下哦，我们把中等一下，中等一下。中等一样呢，你回去就要复习，还要写作业。学习单里面都有，学习单写完了。啊。学习单到目前，今天是第18周了哈，第19周麻烦要交学习单，还有交题库啊。我看后面做的题目，学习单讲的这本来交。好。功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电压乘上我们的库仑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是吧？功率是等于能量。除上时间，是不是？我等于什么？我的电压乘上我的库仑除上时间。发现一个事情哦，这个是什么？每秒钟经过多少库仑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每秒钟经过多少库仑是什么？每秒钟经过多少是什么？安培。是安培，是电流。所以分个等于 V 乘上安培，安培的代号是 SI 哈。所以 V 乘上 I 就是功率了。P 是功率。我的电压乘上我的电流就是我的功率。懂意思吗？懂。所以吹风机在吹的时候，你知道它电线上的电流多大吗？我知道。很简单啊，我刚刚讲的是一千 P 对不对 ？P 等于1000嘛，1000瓦对不对？嗯哼。我除上我的电源，我家里的电都是110伏特。一百一。所以电流大概多少？9A，我电流是9A哦，9A分很大很大的电流，很大吗？很大，非常大的电流。会把你电死吗？啊？有可能会把你自己电死。听起来怎么样？兄弟。怎么样？来，这部分有点复杂了哈，你讲这边有点复杂。要做哪里？所以，我们还没下课哎。所以呢，麻烦回去要赶快复习。没有问题。有问题下一个礼拜问，好不好？好了。19周嘛，这礼拜已经18周了，剩2周的课。今天开会。啊？今天开会。我看了就觉得他要开会了。没有吧？明天要开会。是明天。